你怎么样了？我便秘。你便秘？大家好啊，这个泰国女朋友最近这个阑尾炎之后啊，不知道是最近的怎么个情况啊，作息还是怎么的，她这个已经3天都已经便秘了啊。然后呢，她也比较担心。然后我昨天直播的时候问了朋友，好像说她的脾胃、她的肝好像有点不好。然后大家能够看到啊，他的这个手的话，昨天晚上我拍的时候是没有血色的，知道吗？就是黄的，而且吃东西多一点就小腹痛，已经持续1周多了。我们今天先来的他们当地的一个诊所啊，一个诊所，我们来去问一下这个情况。咱们先在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研究所啊诊所去看一下，查一下这个抽血啊，一些简单的检测，如果说有那个了之后啊，我们再去他们当地的医院去看一下啊。因为现在过年了，他们医院的人特别多啊。我们现在来他们诊所来看一下，他们哇服务比较好，但是价格比较高啊。但是为了他尽快能够检查，我们就先来这边来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检测价格。轻叹世间事多变迁，爱江山。没喷蓝，没动光。昨天我这个说他这个肝脏啊、脾胃啊不舒服啊，因为他肚子一吃饭肚子就痛，肝有问题啊。他们这个手都发黄了啊，那正常没有血色啊，发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结账啊，他检测费用是2500泰铢。啊，把钱付了啊。哦，做了这个抽血的，啊，你谢谢了，等你搞办带了了。OK， 哦，明天上午或者下午过来拿检查结果，就走了啊。抽血啊，要抽血，他都没有吃饭啊，一检测完了就立马在车上吃了饭，这是他们这边的鸡肉炸鸡肉，再加上一个煎蛋。A few moments later.
较累。确实，他这几天吧，第吃了饭之后吧，肚子疼，然后再加上便秘啊，再加上莫名的这个烦躁干嘛的，这几天老生气、老发火干嘛的，我也能理解他，我也没跟他怎么去。检测了之后晚上才有结果，然后他比较担心。师傅来了，给大家看一看啊，人家泰国人在这边祈福是怎么去弄的。我和师傅把这个白布和红布啊铺到这个下面去了啊，铺到这个下面。泰国的僧人受人尊敬还是有原因的，真的是有一些民众啊，生活碰到问题啊，或者家里有什么变故啊，或者是吃不上饭呐、啊，或者怎么的，到这个寺庙啊，人家都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啊，都是免费的、无偿的。至于你给多少的随行，那是你自己的选择。这就是一个社会循环嘛。人家穷人可能吃不到饭来寺庙，但人家这些僧人可能。出去去外面去的时候啊，会有民众给人家布施，这就是。后一个师傅过来了，哇，最后一个师傅也来了。Give you， 这是龙坡卡贤的25怂哈怂姐的这个沙瓦迪帕差药师傅啊。龙坡卡贤是泰国近代的药师，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人物啊。龙坡卡贤在那个南邦府，龙坡卡贤师傅啊，他嘎半聊 I give you an insight。这些小孩子这么小就来了这个寺庙里面啊，来这边了啊。哇哟！